今天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！做这行16年了，第一次见到这个玩意儿。我们先看一下四周。看到这些以后，你能猜到这是什么东西吗？好，现在打开，上面还有一个地方，应该是喇叭吧。这是整体的一个面貌 ，Made in 德国的产的。这是什么品牌？我也没搜。这是典型的一台黑胶唱机。都已经硬了，这是220伏，应该是220伏，对，这整体的电源啊，先和大家说一下吧，不通电啊。这里边有小配件，这应该是一个唱头，在这儿待着的。然后打开里边看一下啊。稍等一下，这个是一个里边的内部结构，带个电子管，懂行的可以瞅一下啊，内部的一些结构。现在目前不通电，所以说不知道怎么去试它。有知道这个品牌的，有玩过这个、见过这个的，评论区告诉一下，好吧，谢谢。